为什么要查我银行存折？为什么不查我的头发还剩多少根呢？非常无聊。有人查出来说，您在当立委的时候，从2001年的财产到隔年说暴增了2倍，这样子。这个查这些都是非常无聊的。这个东西所有的财产，政府有相关部门，有没有违法，有没有不违法，去查就好了。现在查这个，为什么要查我银行存折？为什么不查我的头发还剩多少根呢？非常无聊。选举一到，连我银行的存折都在查，欢迎来查。欢迎查，好不好？